家咧就開始教一個舒緩手指關節痛嘅運動。咁咧，我哋第一項運動叫做推掌。咁啊，我哋想拉右手嘅時候咧，就用左手擺右手嘅前掌度，跟住慢慢伸直手踭。咁伸直到咧，覺得前臂覺得有啲扯住咧，就可以收翻埋啦。咁呢項運動咧就分三步嘅，上、中、下。咁上中下夾埋咧，每組咧就做10至20下到，每日咧就做一組，咁跟住每個禮拜每日都做嘅。好，咁而家咧就喺側邊睇多次一個推掌嘅動作。好，咁而家咧就示範一個壓掌嘅動作。咁我做壓掌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坐喺張牀度，張開手掌。擺自己身體兩邊，跟住慢慢移動重心。咁挨嘅時候咧，就挨到當你覺得前臂有啲拉扯嘅感覺咧，就即刻翻去啦。咁但係若果當你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，覺得手腕有啲痛嘅時候咧，就可以選擇做翻頭先嗰個推掌嘅動作。咁推掌同壓掌咧，就兩者二選一，咁就按自己活動的幅度咧，就選擇做其中一個就好。咁而家搞一個增加大腿前側柔韌度的運動。咁首先，若果我哋要拉左腳的話咧，就將左手按住埲牆嚟幫助平衡，然之後用右手捉住左腳的腳背，然之後放鬆拉緊。咁做的時候記住係要收緊小腹，然之後。拉的時候咧，就係要覺得有微微拉扯嘅感覺就足夠啦。咁記住，每邊就做10至20下。咁做呢項運動咧，就係按個人嘅平衡能力同埋膝關節個痛所而衡量時候選唔選擇做。好，而家咧就教一個原地擺手動作，咁用嚟舒緩我哋手腕嘅關節痛嘅。咁首先我哋開始嘅時候咧，就拇指擺掌心。然之後咧，就原地咁樣擺手，上面就彎，落就直。咁記住落嘅時候咧，伸直咧就會前臂覺得微微拉扯嘅感覺嘅。同埋記住做嘅時候咧，手臂就唔好擺出去，貼住身體，慢慢上，慢慢落。咁而家我哋喺側邊再睇多次。而家搞一個舒緩膝關節痛的方法，要舒緩的嗰只腳，前掌搭在毛巾上面，另一隻腳搭前，盤骨要向前，然後膝頭哥要伸直。做的時候慢慢將身體向前向外傾，你會感覺到大腿內側會有少少扯住的感覺。有扯住的感覺的時候，就要慢慢翻嚟，重複依個動作10次。然後就轉做另一隻腳。依家我哋喺側邊睇多一次。而家搞一個舒緩整體下肢柔韌度嘅方法。做嘅時候最緊要坐喺有依靠嘅凳上面，確保自己安全。動作很簡單，首先將只腳伸膝頭哥伸直，腳趾向天，然後微微點頭，會有感覺到在大髀下面和小腿下面有拉扯的感覺。做的時候要量力而為，做到有少少拉扯的感覺，但不應該感覺到痛。如果因為下肢太緊而不能夠膝頭哥伸直的時候，就可以將個人微微靠後，但最重要確保膝頭哥一定要伸直。好，咁喺剛才教幾項運動咧，就記住每邊就淨係做10至20下，而且每日都要做。而每次做嘅時候，只會感覺到有輕微拉扯嘅感覺。若果做完之後有持續嘅痛楚，
就記住要先暫停運動，然後詢問物理治療師的意見。